的呢。以前我也是用大同电锅的，还有大同电器，还有印象很深刻的大同宝宝。但是呢，今天呢，要跟大家说声抱歉的是，因为我最近有一点就是感冒，然后我的感冒不是发烧型的，它是那个烧虾型的，就是我的喉咙呢上礼拜是整整的烧虾了一个礼拜，完全发不出声音，然后。今天呢，声音有好一些，可是，在高屏地区的那个朋友，我还是找不到他。所以，但我今天还是会拿出我满满的诚意，然后要来庆祝我们大同的100周年，可以请大家给我一些鼓励的掌声吗？谢谢，我也不是那个好会唱好，但如果说有会唱我的歌的朋友们，也可以跟我一起唱。然后，因为。100周岁嘛，我们就要来一个比较开心的歌，这首歌叫做《拥抱你的微笑》，送给大家。